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77页，从第一行看起，177页。云霄四等，以发菩提心为真因，念佛呢为助因。我国善导、林芝与日本净宗住家，再以持名为真因。发心呢为助心，那么这两者完全相反啊。莲池大师《弥陀经疏钞》当中，他把它融合在一起啊，和会之语，还以持名为真心，复以持名为发菩提心，则双取两家而合会其意也。莲池大师说得好啊，今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本经之宗啊，在三悲往生这一篇里头，无论是上中下乃至于一心三悲啊，都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，为修学的宗旨。所以这正是双取两家，复又设归名号，正与莲池大师之意相契啊。莲池大师的看法完全一致，是切此八字，斩之则为彻悟禅师之教啊。彻悟禅师教化众生呢，常常用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以身心念持佛名号。禅师是念佛往生净土的，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，人生在世，怎样才叫真正看破了？那就是禅师在此地这一句话：真为生死。这是一个真正看破的人，对于这个世间一切法，真能放下了。我是为生死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觉悟的心，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，
觉而不迷，啊，这才叫菩提心。觉不迷，这是真心；迷不觉，那是妄心。啊，妄心，大乘教也称为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是迷而不觉。佛告诉我们，十法界的众生不只是六道轮回，都是用的阿赖耶，也就是说全都是用妄心，没有人懂得用真心。用真心的人是有极少数，在中国人称为圣贤，在印度称为佛，称为菩萨，得用真心，不是用妄心。啊，真心是什么心？我们中国人讲至诚心，真诚到基础，没有丝毫虚伪，没有一个妄念，这是真心，这在大乘教里面称为菩提心。真诚心是什么样子？从自己身上来看，他是清净，是平等，是觉而不迷。从处事待人接物上来看，是真诚的慈悲，真实的爱心。这个爱心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清净的爱心，平等的爱心，真心显露啊。六道轮回的生死分段变异，四圣法界的变异生死都是妄心的现象。那真心呢？真心是不生不灭，真心没有生死。真心在哪里？就在心前。问题是我们不认识它。我们不会用它。如果我们认识，我们会用，当下就是啊。大乘经，特别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对这桩事情讲得很详细，很透彻。啊，这个地方咱开端，略微提一提，
后面入经文呢，详细介绍。啊，其目的没有别的，让我们认识自己有一颗真心。如果会用真心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圆满了。啊，随着一生大事，真为生死，为了生死。了是明了，是通达，知道生死是一回什么死。然后你在生死当中就见到不生不灭了。今天我来到此地，看到有同修给我这份资料，量子理论能证明灵魂存在，这是科学家，应该是最新的发现。他下面说，人死后啊，灵魂回归自然。这个话没说错，但是不是普通人。普通的人呢，人死之后，灵魂到哪里去了？灵魂就回归六道轮回。不是回归自然，回归自然是成佛了。啊，所以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让我们灵魂回归自然。自然在佛法里面叫法界，在我们净土里面叫常寂光。啊，大乘经又称它做大光明藏。回归到这里了，啊，这是究竟圆满了。回归到大自然还起作用吗？起作用，起无比殊胜的作用，与大自然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。我们想佛是感，他就现佛身给我们看；我们想菩萨，他有感，他就现菩萨给我们看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？他就能现什么身？现身说法了，教化众生了，这是佛菩萨了。现无量无边身，教化无量无边众生，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，而无有一众生得度者，这意思是什么？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教化众生，认真、负责、勤奋不懈，心里面不着相。痕迹都不着啊，所以叫坐而无坐，
作是思，无作是心，心里头没有起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外面的事情做得圆圆满满，一丝毫缺陷都没有。啊，跟凡夫不一样，凡夫是做了，心里头有牵挂，所以说有作而作。佛菩萨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，不一样在这个地方。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这一生当中能解决生死问题吗？有极少数的人，啊，极少数，也许万分之一都不到。这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古时候行，现在不行？善导大师是唐朝时候人，曾经告诉我们，念佛法门，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。为什么现在一万个人修行，大概只有一两个往生？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在家庭教育。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常常提到家庭教育，啊，有个同学，我不知道他真名字，他用的是个假名字，啊，写了这本书，天下太平之根本，啊，封面是我给他写的。这本书里头讲什么呢？完全是印光大师文抄里头有关家庭教育的话抄在一起。有心人呐，很难得了。啊，这本小册子里头一共有50几条，57条，全讲家庭教育。家庭教育是天下太平的根本，社会安定的根本，念佛往生的根本。啊，我们今天家庭教育没有了，所以从小没扎这个根，所以念佛不容易往生。如果有这个根，这个根是什么呢？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这叫五伦。五伦是道啊，
道是路啊，啊，人生的道路啊，这是正道啊，圣贤之道，佛菩萨之道。啊，从这个道生出来的就是德，教导我们应当怎样行。啊，德有三课，第一个是无常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第二个科目叫思维，礼、义、廉、耻。第三个科目叫八德，孝、悌、忠、信、仁、爱、和平，就这十几个字。起心动念不违背，言语造作不违背，你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。你就是圣贤人。因此特别提倡因果教育，小孩在幼儿的时候就要把因果的道理讲给他听，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让他长大之后起心动念不敢做啊，懂得伦理道德不愿意做，这做恶是丢人的事情，不是好事，所以不愿意做，懂得因果不敢做恶啊，造作任何恶业得不偿失，果报太苦太苦了啊！人有伦常教育，有因果教育，有圣贤教育，那这就是真为生死啊！活在世间是圣贤，是佛菩萨，死了之后回归自然。念佛人回归常寂光，啊，如何落实呢？以身心愿持名持佛名号，这教给我们方法，对于中国传统这个四科深信不疑惑，对于佛菩萨的教诲深信不疑，愿发愿求生净土，在这个世界断恶修善，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不求人间福报，啊，把人间名利放下。
这个重要啊！啊，专求净土，持佛名号，叫我们念佛了。乐止，要是把它简化，用一句话讲得更清楚、更明白，则为偶业大师所倡之“性缘持名”四个字。深信、真愿、老实持名，决定往生。啊，这样的人万修万人取啊。弥陀要解，以信愿持名为宗，宗就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净土宗最高指导修行的原则是什么？是信，深信，是愿，真愿，是持名，老老实实念这一句佛号。我今天啊，也看到一份资料，这是最近的事情。四川省一位居士看破放下，站着往生。啊，这报告写得很详细，啊，一共有四页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念佛往生这桩事情，就是你愿不愿意去，你想不想去，你想去，佛真来接引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阿弥陀佛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就在我们周边。为什么他不现行？我们自己有业障，我们的业障消得差不多了，他就可以现行给我们。不是他不相信，是我们的业障障碍，我们看不见。啊，这是真的。佛菩萨不是肉身，我们讲个俗话，他是灵身，不是肉身。啊，所以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它什么都不是。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一分一秒都没有离开过我们。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它全知道。啊，你那个信心是真是假？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他知道。大师这个话说得好，平位高下了，却有持名之前身。往生极乐世界，
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，这是大数，要细分那就说不尽了。啊，往生地位高下完全在我们念佛的功夫，你要是真的明白了，我相信你像那个念佛站着往生的人一样，他真做到了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。为什么？我念这一声佛，我品位往上升，我多说这一句话，这个计划会障碍我往生，何必呢？为什么要说这些不要紧的废话呢？要紧，很要紧，跟往生极乐世界比，它就不要紧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往生之前的半年，他给我们做了榜样，放下万缘，一向专念，一天他是记名念佛14万声佛号，计数啊，每一天14万声佛号，念了半年，他走了。啊，为什么要计数？怕我们懈怠。啊，一天14万声，你们有时间讲闲话了。你要讲闲话的时候，你达不到这个数字。啊，一天10万声佛号，我们见到很多，14万声没见到过。14万声等于说一个妄念都没有了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。老人慈悲也做给我们看的。啊，这样往生才取得极乐世界的高品位也。故慧行为前导。慧心是菩提心，真正觉悟了，不再迷惑了，持名为信心。有智慧，你才肯真干呐。得生与否，全由幸运之由。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浅。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这两句话是一副对联。要我们常常记住。故慧心为前导，心行为正修，如木足并运也。啊，慧心在前面呢，引导我们。
持名，这是正心，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清净阿弥陀佛。功德就圆满了。啊，这好比人有眼睛，有两条健康的足，你能走啊？看得清楚，没走错方向。又，他又说，身心发愿，即无上菩提。这一句话特别重要。啊，什么叫菩提心？经论上的讲解，古人的著述，很不好懂啊。欧耶大师这一句话好懂，只要你深信，不怀疑，只要你发愿求生净土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印光大师对这一句佩服到五体投地。欧耶大师讲的太好了，从来没有人用这么简单、这么少的几个字，把它讲的这么清楚、这么明白。自古以来没有过的。好懂啊！依照欧耶大师的讲法，人人有份呐、啊。啊，让我们终于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乡下老太婆、阿公阿婆，不认识字，没有知识，什么都不懂。啊！可是他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，见到人都欢欢喜喜，满面笑容。你跟他说什么话，他都是一句阿弥陀佛回答你，也不知道你跟他说话听懂没听懂，不知道，反正他回答你的，给对你笑眯眯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一句佛号深深灌入你的耳朵里头，没有一句废话。往生的时候，往往都是瑞相稀有，你要问他什么叫菩提心都不知道。你要问他你有没有发菩提心，他不懂什么叫菩提心，他不懂。欧耶大师这么一说，我们就晓得他真发菩提心了、他发的是无上菩提心啊，他自己不知道啊。为什么？他真相信啊，他真愿往生啊，这个念头就是无上菩提心。贺此心愿，敌为净土之难呐、由此而持名念佛，乃为真心。那么我们能理解了，这些阿公阿婆，他们是净宗真正的真心，百分之百的真心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。
这桩事情。早年我在台中求学，李炳南老居士知道，他认识得很清楚，曾经给我讲过好几次，不是一次，所以我印象很深刻。老师说，他非常想学这些阿公阿婆，就是学不像。为什么学不像？他创办几个事业，台中联社、慈光图书馆、菩提医院。养老院、育幼院，这都是他不能放下的。还有讲经教学，所以细心去思量，不如阿公阿婆。阿公阿婆，纯净纯善。品位高高啊。大本阿弥陀经。这就是指的无量寿经，业以发菩提愿为要，正于此头。莲池大师、藕益大师。他们这些话都是在阿弥陀经注解里头说的。所设修行宗旨呢，与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完全相同。可见信愿持名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正是同旨，同一个宗旨。藕益大师以信愿持名为小本之宗，大小两本宗旨应同，故经曰：“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”为大本之宗啊，正是遵从藕益大师的推教。藕益大师的教诲，印光大师赞叹他，即使古佛再来。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这个赞叹呢，赞叹到极处啊！深信不疑的人，真正有福了。无量劫来，我们想超脱离六道轮回，找不到门路啊！这门路今天被我们找到了，找到了要认识，要把握住，
决定不能空过。啊，不可以把它放弃。决定一生成就。请看178页第二行，又观经云，观无量寿佛经，余生彼国者，当修三福。这个三福前面省略了，只举出第三。三者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。念老是省掉了，我们还是要把它补出来。重复不怕，我们的印象不够深啊，重复的变数越多越好。余生彼国，你想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应当要修三福啊。没有福德，没有善根，没有因缘，不能往生。弥陀经上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这是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，要有福。极乐世界是福地，福地福人居啊。我们没有福报就去不了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修福啊，那个地方是最大福报的人才能往生。第一福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你没有这么大的福报，不行的。第一福是万佛的大根大本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孝跟敬，孝亲敬师，尊敬长辈。这是万福之根呐！人不孝顺父母，不尊重长辈，这人福报就完了，从根拔掉了。啊，根是孝，根是敬。啊，我说过了。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孝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就是敬。不知道孝亲，不知道尊重长辈，就根没有了，根没有了，万福就完了，福就没有了，福没有了是什么？恶就起来了。啊，万物就从这起来了。万物起来之后，后面的果报就是灾难。啊，也就是千万灾难统统浮现出来了。
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哎，这个根本是什么呢？印光法师文钞里头记录下，总共大概70条，就是讲这个根本。现在人可怜了，完全不知道。这一本书读了之后，你就晓得，今天社会为什么会乱？今天地球上灾难为什么这么多？用什么方法来对治？这书就你就明白了。啊，文钞分量太大了，一般人看到不想去读它。这把最重要的抄出来了，啊，70多条，不多。精华之精华，中心的中心，啊，这个70几条，是佛的心，是圣人的心。啊，印光大师的心，每一个众生的真心，希望大家不能疏忽。你们想读印光大师全部的著作，读这个就可以了。啊，读这个能救自己，能救家庭，能救社会，能救国家，能救世界。啊，所以今天讲到这里，特别给大家介绍。我年岁大了。不想干了，不能干了。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些好东西介绍给大家。中国过去历代帝王对于传统文化儒释道。他们懂得，他们内行，用儒治国，唐太宗的群书之要，是以儒为主治国。以佛教民，啊，教化天下老百姓，用什么？用佛，把人都教好了。用道祭祖，啊，祭天地鬼神，祭祖宗，用道家的仪式。传统文化了，真正在中国社会发挥了，做出来了，让社会安定。国家富强，
带领世界和谐。在中国过去帝王的，所以千秋大业啊，末代的帝王不遵守祖宗的教诲，啊，只贪图自己的享受，结果都亡国了。啊，政权被别人夺去了，取而代之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有幸生在末法，还能得人身，能遇到大臣，能遇到经宗，能遇到圣贤的典籍啊，虽然不能兼善天下了，独善其身足够了啊，兼善天下是缘分，有缘要做，舍己为人；没有缘，努力念佛，早生净土。这个重要啊！第一福，我们把它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孝亲尊师，也就是说落实伦理道德，我们用弟子规，啊，落实因果教育，落实在感应篇，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印光大师苦口婆心讲得好，如果不相信因果，这个世界绝对没有救。他的话说得很肯定，啊，最后这个世界就像外国人讲的世界末日，他要走向灭亡，啊，所以因果能救世啊，不能不重视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善决定有善果，恶决定有恶报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！啊，唐太宗是个好皇帝，因为杀人太多啊，啊，最后还是堕无间地狱。啊，我们印这一部群书之要，把他救出来。我们是无意的，印群书之要不是为他了。你看他沾了光啊，他就凭这一部书离开地狱，啊，到我这里来感恩，我感到很意外。告诉我一句话，他这部书可以救全世界啊！这一句话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印这个书绝对没有念头帮助全世界，没这个念头，我们只是帮助自己国家，没想到全世界。他提醒我这个书可以救全世界，所以我们才把它翻成白话文，翻成外国文字，啊，送给联合国。让联合国去翻出，
联合国通用的文字，六种语言啊，请他们去翻。啊，这怎么个落实法？这慈心不杀了，落实在感应篇了，因果教育，后面修十善业，十善业道，这是佛教，慈心不杀道教。啊，所以这个四句，儒释道，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扎根教育。啊，从这个地方再向上提升，才受持三规，具足中戒，不犯违意。这样，这是学佛的条件。没有前面这第一幅，你就不具备学佛的条件。学佛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么我们要问，真正修复的人有没有？没有了，全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孝亲尊师没做到，不相信因果报应啊，不知道修十善业，这前面不具足，你怎么能有第二，这个第二层啊？第二是受持三规，具足中戒，不犯违意。这第二幅，这三句是二乘幅，就是声闻缘觉。后面的一条就是现在经上讲的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这是菩萨佛。啊，这个四句是建立在第二幅的基础上，第二幅是建立在第一幅的基础上，像三层楼一样。没有下面，怎么会有上面？啊，所以孝敬是根之根。啊，没有孝敬，什么都不谈了。啊，全是假的。啊，真正能讲求孝敬，一定从父母讲起，对父母都不孝，他对谁能尽孝？他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对老师不敬，说对别人敬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父母给我们的是生命，老师给我们是慧命。人在世间，这两个是最大的恩人。啊，不知恩，不报恩。他什么样的卧室，他都能做得出来。那么我们又总看三福总共是十一句，前面十句是自利，都是为自己，最后一句是为别人，叫劝进行者。啊，我们要劝导行是肯修行的人，不肯修行劝他没用啊。
啊，净是帮助他促进，帮助他提升。这是菩萨心啊。啊，幕后这一条里头，特别有一句身心因果。这一句难得了。啊，因为这三条，第一条是人天法，第二条是小乘法，第三条是大乘法。身心因果放在大乘里面，意思不好懂啊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对于这一句想了好几个星期，想不通。如果身心因果放在第一佛里头，就什么事都没有。第一佛说人天啊，我们人天都相信因果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为什么菩萨还不相信啊？想了两个星期之后啊，这样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，啊，不是善恶因果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因果是什么呢？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这就相同。菩萨不念佛不能成佛，菩萨要想成佛得念佛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这才能讲通啊！极乐世界确实是有这个意思。十方世界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啊，地位最高的等觉菩萨，菩萨去往生啊。最下的无间地狱啊，无间地狱真正能忏悔，真正能回头啊，真正能后补再造，下定这个决心念佛可以往生。那么还有少数真回头了，真忏悔了，还是不能往生。那什么原因呢？杀生太多了，欠命债欠的太多了，这些问他宿命的众生呢，很多很多不肯放过他，所以他不能往生。这是麻烦事啊！佛能够原谅他，佛愿意接引他，后面这一大堆说明怨恨的心太深了啊，不肯放手啊，这个是说超度，用再大的力度去超度，也无济于事。啊，他的那些被他杀的这些冤魂。不肯答应，他就走不了啊！
在地狱里头度日如年，这也是一种视线表法给我们看。我们真正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、看明白了，连蚊虫蚂蚁都不可以杀生了，那也是一条命啊！怎么敢杀人？怎么敢害人？任何一个人在世间，一生的际遇，你是真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就自己要承担100%的责任，与别人毫不相关。你修福，你就能享福。你造恶，你就应当受罪。人生最大的乐事，不是有高的地位，也不是有大的财富，与这个不相干。与真正智慧有关系。有真实的智慧，你才有真正的快乐。没有智慧，你就是烦恼，烦恼带给你痛苦。这些事情，佛了解的最透彻。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佛知道。苦乐从哪里来的？苦是从迷失自信来的，乐是觉悟自信来的。觉悟自性重要啊！与其他的不相干呢。所以佛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为什么？我帮助他离苦得乐。他迷破了，苦就没有了；觉悟了，他快乐就得到。用什么方法？用教学。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教学49年，他30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开始教学，教了49年，79岁圆寂。整整教了49年，49年所教的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。离苦得乐就自然得到了。所以，佛教化的众生呢，众生快乐。佛的普世教育就是一般人民水平的教育，生活教育全是伦理道德因果。对于净宗能够深信不疑的人，就劝他幸愿持名。普世教育里头
有最高层的东西在里头，这是净宗。啊，净业三福里头，我们能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第一福是六道轮回里头的，必须要遵守的。第二福是四圣法界的，第三福是阿弥陀佛十宝庄严土的境界。啊，简简单单的。这一句44个字啊，把三界里头的因果都讲清楚，都讲明白了。是又曰：若有众生愿生彼国，发三种心，即便往生，何等为三？一者至诚心，二者身心，三者回向发愿心。具三心者，必生彼国。这个三心叫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第一个，至诚心。真诚到基础，至诚。我们常讲纯净纯善，这是自己的真心呐。我们的至诚心，现在被染污了，染污的根就是我执，自己认定了这身是我。佛法里叫身见，然后一切都要为我服务，就是自私自利。染污从这儿发生了，越染越深。越然范围越广，到最后不能自拔，这个染污就造成六道轮回。啊，你行善，生三善道；你造恶，就堕三恶道。你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问题严重了。所以佛法教人首先破身见，啊，告诉我们身不是我，不要被身欺骗了，啊，为这个身的苦乐你去随顺他，你去帮助他造业，你错了啊！他给你是六道轮回，苦不堪言。佛在经上讲得好，六道里头的众生，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人天时间短，
这事实真相啊，可惜的世间人不知道啊，知道的人很少，只有一些修禅定的人知道。他要是得禅定，在禅定当中，时间空间没有了，所以他能看到过去未来，他能看到整个六道轮回，他了解状况。可是虽然了解，他出不去，还是无可奈何。在今天这个世界，这个环境里头，真正能帮助我们超越轮回、超越十法界，只有念佛生净土这一条路。这一条路可靠，真的能帮上忙。其他的路很多，都要断烦恼。都要改习气，这个太难了，几个人能做到啊？这些都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们对于夏莲居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是会感恩的。他们出生在这个世间，做了一桩大好事。这个大好事就是把《无量寿经》重新整理，写成汇集本，把经论、祖师大德许许多多重要的开示汇集起来，注解这部经的经文，让这部经的义理、宗趣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们不再怀疑了，不再犹豫了，死心塌地依照这个理论方法修行，决定一生往生净土，功德就圆满了。不是这个经，不是这个脊柱，我们这一生修行往生没把握。什么原因？我们有疑惑，疑不能断，就是障碍。断疑生信，这个经跟注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让我们具足信愿持名，无量功德了。所以至诚心有，身心也有，回向发愿心也有，每个人都有。只是这些心迷了，迷不见了，至诚心没有了，心是虚伪的、假的、虚情假意。对这个世间所有人都怀疑，小孩怀疑父母，父母怀疑小孩，学生怀疑老师，老师怀疑学生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这说这从根烂掉了。
古时候的信心是从父母跟老师这里建立的。现在真的连根拔掉了。我们再建立信心，从哪里建起？只有一个方法，要自己死心塌地、锲而不舍，去学习圣人的经典。如是十年，信心发现了，信心要到坚固，不动摇。至少要30年。什么人肯干？找不到啊！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肯干的，大概10个人都找不到。难了，真难。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因果教育大有道理。人要是真正相信因果，这个信心很容易生起来。不相信因果的人，信心永远不会生起来。所以无论无常、四维八德，现在一个都没有了，一个字都没有了，全是负面的，全是颠倒的。所以福变成祸了。吉祥变成灾难。吉凶祸福啊，一念之间呐。至诚心表现在自己，至诚。表现在自己是什么？身心。身心不好动。我最近这20-30年讲菩提心，身心呢，我都把它落实在本经经体，清净平等觉。身心就是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心，浅的至诚心，平等心是深一点的至诚心，觉是圆满的至诚心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个时候的至诚是圆满的。必须先到清净，你的真诚心才现出来。心不清净，你现出来的心还是自私自利，还是贪嗔痴慢。这个至诚心现不出来。见思烦恼放下了，至诚心现出来。平等心现前，至诚心明显地现出来了。菩萨就是大慈悲心。
啊，所以这个身因心有浅深不同。回向发愿心是大慈大悲，回向是将自己所做的功德分享给一切大众，自己不要了，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所以为一切众生是真正为自己，为自己是真正害自己。怎么害自己呢？把自己那个我执啊越陷越深，这就害了你自己。啊，我执越深，深到最后就到地狱。啊，所以人决定不能有自利的心，知道自利是自己最严重的伤害。啊，一定要知道。帮助别人就是真正帮助自己，爱护别人是真正爱护自己，啊，利益众生是真正利益自己，这没人知道啊。早年我在台湾的时候，啊，台湾好像是公务人员的选举，有个学佛的同学来问我，他想去参选，问我好不好。我说你参选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是为人民、为国家、为民族，你有这个职位呀，多做一点好事，多做一些奉献，值得你可以去参加。如果是为了自己名利，啊，自己身份高了，名气大了，我说那就不必要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增长贪嗔痴慢，不是好事情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为国家民族，为社会大众，为全世界众生，你去参选是好事。如果为自私自利，你要去竞选，将来果报都在无间地狱，又何必呢？你选上了，你能享几年的福报呢？啊，换取以往后的那个无间地狱。时间就太长了，你享十年的福报，你到地狱去受一万年的罪，不值得了。这个账要算清楚啊。啊，所以最高的职位是圣人的职位，圣人是为天下苍生服务的。啊，真正是为了利益众生呢、啊。这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
啊，圣贤人教人，自己先做到了，再教别人。自己没做到，决定不敢说出来。所以他的言语诚实语，不妄语。啊，回向发愿，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善行回向给一切众生，愿一切众生的同享，不是自己独享。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干什么？不是去享福的。这经上讲得很清楚。极乐世界快乐，听说了，乐天那么好，到了去享福，这个心不能往生。啊，一天念14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。啊，你是去享乐的。与极乐世界的宗旨不相符合。啊，阿弥陀佛宗旨是要普度十方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所以到阿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去提升自己，成就自己，成就自己真实智慧。真实福德，真实能力，然后帮助阿弥陀佛教化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。你发这个心，阿弥陀佛马上就要你去了。为什么？他需要帮手。你发心帮助他，立刻就录取你了。啊，功夫差一点没关系，到极乐世界再培养。最重要是你的发心，你要发跟阿弥陀佛同样的愿心。这不能有差错。说发此三心呢，一切发菩提心愿，所以净业三福啊，就是啊，这个三种心呢，就是菩提心啊，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发愿心啊，在这个大乘起心论里头。称直心啊，菩提心的体，在这个地方讲直诚心，大乘起论起心论讲直心，菩提心的自受用叫身心，起心论也说的身心啊，他受用就是对人。起心论里面是大悲心，这个地方是回向发愿心，就是大慈大悲啊，对人要大慈大悲，对自己要清净平等觉啊，用清净平等觉的慈悲心对人，就完全对了。啊，慈悲里头能恒顺众生，为什么？清净心就是恒顺众生，自己没有成见，我想怎样怎样都得听我的，
这是自己的成见。是见思烦恼里头五种错误的见解。佛法里叫邪见，或者叫恶见，这不是善的。第一个是执着身是自己，恶见，头一个。第二个边界。边界对立，两边，第三个就是成见，最后一个是错误的观念。五种见惑断尽了，正消沉须陀洹，大乘。初心位的菩萨，这真佛弟子虽然这是佛门所谓的小小圣最低级的圣人，他不是凡人，他没出六道轮回，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。他在轮回里都有时间性，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人间寿命到了他升天，天上寿命到了他又到人间来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就证阿罗汉果，就超越六道轮回，所以他在六道是有时间性的，真圣人不是假圣人。他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没有自己的意见。为什么？他没有私心了，不执着是自己，身是自己。超越轮回之后，他生四圣法界，声闻法界。往上提升，圆觉菩萨佛提升到佛法界，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六根在六尘境界训练了，训练到什么？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是智慧。一点都不糊涂，就聚而不迷，不起心不动念是定垢，是真心；起心动念是妄心，不起心不动念真心，就是至诚心。至诚心做主啊，待人接物啊，用真心不用妄心。这是菩萨的这三种心发出来了，这是菩提心。发菩提心，小乘没有，大乘是发身菩萨，所以菩提心一发就成佛了。圆教初住，别教初地，这多快呀！六祖慧能大师五祖把衣钵给他的时候，他就成佛了。他那个时候是发无上菩提心。接受佛陀的衣钵，承担正法住世的使命，他代表了
所以这个心不发在意，一发就成佛。啊，怎么个方法？发法了，放下就是啊。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，啊，这就是了。有密宗我们看178页最后的三行注解，密宗啊，最重发大菩提心，其教典菩提心意云：菩提之心，成佛之本，大事因缘莫过于此。佛跟凡夫差别在哪里？这个一定要知道，差别在用心不同。佛用真心，凡夫用妄心，差别在此地。菩提心是真心啊，用真诚心待人，那就是佛；用虚妄的心待人，这是凡夫。不一样啊！真诚心永恒不变啊，妄心呢？刹那刹那才能转变，所以一定要知道妄心不可靠啊，自己的主意啊不定啊，今天很好，明天就翻脸了，变化太大了。所以用真心好啊，真心可以跟佛菩萨交朋友，大家都用真心，妄心没有啊。佛陀教人没有别的，就是教人用真心，舍妄心，用真心。啊，先要把用妄心的厉害讲清楚，你就不想用它了。用妄心就是搞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妄心变现。用真心，那你就是跟诸佛相应，你会升到诸佛刹土。啊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不一样啊！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我真相信西方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对于这个世界
真放得下了，人就去了。没有丝毫贪念，说走就走，大势至菩萨说：“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我相信，见佛的人有，但不是太多。缘成熟。”你愿意往生，真能去。啊，我们遇到了，用什么心态来跟佛交流呢？可以把这个事情付托给阿弥陀佛，由佛做主。我是这么个做法，佛要我留我就留，佛要我去我赶快去。为什么要留呢？为苦难众生，为这个留，不是为自己，与自己毫不相关。啊，帮助众生增长信心，增长愿心，啊，念佛求生净土。就为这种事情，啊，其他的好事与大众有利益附带的，不是主要的。这是不能不知道的，不能搞错。我们知道阿弥陀佛的心，知道阿弥陀佛的意思，能帮助他，要全心全力帮助；不能帮助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提升自己。啊，有缘的时候再来，这就完全对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就想到此地。